魏德开季表现平平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新赛季加盟骑士的闪电侠魏德 Dwyane Wade 球赛开打至今先发上阵三场，成绩都不尽理想。今天对上魔术，出赛16分钟，近八投二中得到5分，表现平平。对于取代史密斯 J.R. Smith 先发位置的魏德来说，这肯定不太好受。我还在找自己的方向，这和以前打过的比赛真的很不一样，差距很大。魏德表示，人在寻找自己的定位，任何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，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整。他会让大家看见他能为球队带来什么。魏德补充，他曾经是队上第一、二名人选，就像当时和詹姆斯 LeBron James 在迈阿密热火的他，但现在情势不同，骑士拥有詹姆斯、洛夫、Kevin Love、罗斯、Derrick Rose 和克劳德、J. Crowder 等能力更强的球员，你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定位。魏德说，洛夫左与詹姆斯法新社。詹姆斯也表示，我们得让他融入球队，这是我们要去舔舐的，我们也都在试着寻找，但我们必须让他做到他能做的事，希望星期二下场比赛可以达成。